大阪市的西田正男，日光洋桥棒队在日本四季六场比赛的主审。在比赛的过程中，西田正男发现众人的左手投球变化过程，只打击头说不到他的变化情况。他说日本职业球界认为中日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日本职业棒球队南海队的监督就是西田正男水队的监督，最近林白进林队执教经理曹志美是监督训练中人，在日本的中人的最后炫耀是只要有机会对应的是中人，只要有机会遵照在棒球方面发挥他的天才，在棒球方面李中人是经验表示他很希望曹志美进行接受训练，要像我们的旅日棒球明星王贞治一样的为国争。